题材众多且资金力挺，贵买指数在三日，也就是上周五的时候，收在 208.02 点，周 K 连六红，而且许多投信法人近期买超的个股持续受到关注。就筹码面的观察来看，投信近五个营业日，也就是从2月23到3月3号，累计买超的上柜中小型股的前十档为德维、光捷、中裕、威刚、宜邦、六角、联雅、更新、爱讯、成田等。同时柜买市场同期间标股的前十档有智联服务、瑞阳、智捷、宏基资讯、捷优、林宏、泰益、明达一、美达科技、伟桥等个股。标股中有多档为软体股，催化的利多就是市场近期讨论的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已经带动了 AI 人工智慧，还有伺服器甚至是云端的需求，使得资金在追加台股中已经布局 AI 业务的个股，像是瑞阳还有宏基资讯等。将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，大家还想知道什么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柯新闻，我们下回再见，拜拜。你想赚钱吗？订阅理财周刊频道，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，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，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。你还在等什么？下个富豪就是你了。